陈英俊过到出来，刘真过人之后在篮底下的两分要到，第一球先因开局了两分，打得非常漂亮，外围出手要小心，菲律宾这支球队啊，他们的三分线真的是凶猛的，是而且也非常平均了，篮底下这一个球球得成，成功的收尾，陈英俊助攻，这一波的进攻中啊，全场221的一个防守。 地板给球，在篮底下会让篮筐另外一边卡开，会比较往垂直跳的方向还更理想。是，外围出手，刘真切进去的抛投相当漂亮，战术很明显。先。 非常棒的一个双挡战术，外围出手没有投进，陈英俊这个 leading pass 可惜了，意识到了，那以翔跑得快，地板，这球给的还蛮漂亮的，但最主要是因为 George Bow 本身在外线 ，Navarro 切进来，哇！ 延展性也是完全发挥出来。是，然后 Maro 在这里好像觉得有点怒了。哇，好球！出手，陈英俊，又要再往里面给，篮底下又是陈英俊。是，这个球再捞出来，外围砍一个三分球，圆筒，点号，再给到陈英俊。 外围出手又是一记三分球，哇！在首节，菲律宾要来打，持拖了差不多之后，Tio出手在外围，这是一记的 long two。陈英俊底线，周明翔 wide open， 三分球有了，这个球飙进点优势，然后也让以翔那一颗三分线呢，当做球的，哦，还是强打进去，对。 飞身进来再给 Navarro， 这球左手挑篮得分 ，陈冠权，哇，像一台坦克一样开进来了。我可以看得出轰轰现在的自信呢是足够的，是。就这两步被他踩进去了。 把一三公分站前面呢，用抛投没有投进。是，哇哦，这个球身体碰撞之后啊，哇，这个球黄胜成功的防守挡下来了，三一的机会，再回过来，拉杆再传球，哇，这个球，原来把球给分出来了。陈英俊外围晃动球的三分球进。 是不断的激出一些火花、啊，篮底下一个给小球，哇，这个球给的还蛮漂亮的，在篮底下，底线外围出手，这是一记三分球，菲律宾又把下一步的进攻啊，执行 Parker 教练在英赛里面的要求，靠近篮筐，这个命中率，接球，这球拉杆之后的出手，正面打板，两分要到。 手勾在一起，15号的 Patrick 去干扰对方的进攻上面的节奏。这个球脚步不太干净，要往篮底下掉。陈冠权这一次的勾手两分要到了。哇，刘真太会操了，这个球要扣一下了。再回给陈英俊，晃动。 外围，周明祥三分球，被这个倒传，五零三分球，这是菲律宾非常这个背后给球，篮杆之后给到刘真，作为假动作手上去，两分要到，再给一个小球，哇！
Thomas 刚刚去打了这个广告看板。嗯。哦，再来底下这个球，找到胡龙茂。刘真在这里，再来两分。哇，根本不知道后面哪来跑来一个人的。底下出手没有，这球有推人的嫌疑哦，不过再来。 慢慢的磨进去，哇！裁判要再给一个进攻犯规啊！外围三分球进，Hill在外围又来一颗，哇！太有信心了，再给一个小球。 在篮底下，这个配合打得还蛮成功的。先是牛角的站，往里面切进去，这球再给，连续两波都在禁区里面的小球配合，哇，这样子又是第七超，刘振，太可怕了！还有时间，哇，这个地板给球给的不理想。 找到底线，谁的出手？两分要的。现在菲律宾又把分，博成这时候应该就是要换碰碰。现在两边的教练就是不断利用这样的对位，奋力的一名球员啊。这球有点危险，走欧洲步，哦，还是被打板得。换到蓝光另外一边，这球两分要算。 一个突破的上来还是展现了，他的双脚真的是非常有力。这球又发生失误，球给到前面，刘真又来啦！哇！刘真罚球线附近选择第一出手，这球罚进去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前锋的超截，又是刘真，陈英俊。 靠在对方的身上，两分要到，哇，这个球非常聪明啊，用自己的身体清出空，打到底线 ，Navarro 的空档，三分球进，哇，这心脏相当大颗啊，是，飙进了一记三分线，周一翔靠在对方的身上要到犯规。 周柏成再给到刘真，篮底下要的犯规，哦，这球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投进，我这一球上去差一点点，这个球要补，被菲律宾给拿到，哇，往前面拨，这一波太聪明了，这一波被他拨到前面，两分要到，陈英俊，这个 crossover， 这球被点掉，在前面，哇。 这一个球最后裁判的哨音响了，认为在身体的部分有所接触啊，哇，这一下，哇，很稳啊，心脏很大的命球员，啊，起码进一球就把压力丢给了菲律宾了，是，第二发也罚进。 菲律宾要喊暂停，也把这场比赛最后一次的暂停给用掉了。他们是不是有点考虑啊？所以说刚来看一下菲律宾设计出来在外围投三分球，哇，这个球被投进了，哇，导出了一波战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球也传的还蛮准的。 最后是由12号的 Joseph Nieto 标进三分球。哇，哇，这帕克教练啊，这个应该没办法，这个对方就是把握住了这样子的机会啊，那也成功的投进逆转的三分弹。这场比赛呢，我们当然要这个肯定中华队的表现，不过还是要给菲律宾的。